除了学老师啊，他都给我们很多福音的教导。我们也利用这个敬拜赞美这个宝贵的时间，我们把诗歌的歌词摆在我们心里面，做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的帮助，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对主的赞美，我们一起来歌颂主，我们唱几首的诗歌。